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满改枪体验，我复刻了削弱前的 IM4， 并且让它变得更强。俺也一样，俺也一样。这是政治服满改 M4 的数字，而这是 TF 满改 M4 的数字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 TF 的 M4 不但数字回归到之前，而且射程的精准更高。那么接下来请让我隆重为大家介绍满改 M16A4 自动步枪，双缝93-85，精准58，射程 110C， 基本打平416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？这就不得不提 TF 新上线的 M16 狙击枪管了。将后座精准的射程，机防威力还是极高，而且节内移速和长枪管一样都是 5%， 什么 AUG 啊都给我往后稍稍，既然是 M4 的天下。那么接下来我教教大伙怎么改。首先把上机甲换在 M16 上机甲，然后装上狙击枪管，接着枪口还有导击箍也都安上，后面呢装一个 AR 长护，下面再加一个轻型握把。这些后托那肯定是卡平工业拉满，最后再给它装上一个 3.5 倍镜，这样一把非常强力的 M4 就改装好了。除了不好看，哪两都是优点。英雄们，天赋现在人最多的图啊，也就是盲扫对抗了。那正好，左边最好的就是强度。这一局满改 M16A4， 两个60发打了 AP 的史罗斯绕后，我们的意志啊，直接从他哨塔抓臭狙仔。我们这个位置啊，刚好看到上楼窗户有位人影，确定那个地方有人，那肯定就要直接冲上去。结果后面有个叔叔藏着，冲一半给他冲坏几枪。达林说着，自然往后缩了。那我们肯定不能往前压，少尔的狙仔威胁很大，先把他弄死。意外的，果然还在架下面。新的狙仔，我们再下来把这个鼠鼠抬走。就这个满给的 MC 杀被点下了，子弹带走。啊对，把那两个正要去卖点小屋走了呀。掌门突然自助感应，耳朵听到眼睛有脚步了，忍着耳朵能上一看，发现对面巢里有个人，小卡拉蜜还在溜，直接借给我坐下。之后我们来到卖点小屋吧，赵一听到有个脚步往后撤，这怎么想，虚幻人就想跑，跟着脚步直接冲上去了，当然说他和黑卡蒂团聚啊。接这个四道满给 AKM 大权状我们就不拿了，上岛这个是一把 M24 禁止拿走，电影这个权状一般般不要了，这一局脱离美人了，我们直接下一把。我去，列举了咱们复活在北麦田，我那一仗直接一口气拉到断桥下面，那刚好呢过来就停到一个脚步，他往后说，我们一个干弹当场去世，前面肯定还有啊，继续冲。又干了一个，咱们状态有点差，先要找个位置补一下，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，我根本怕死，直接冲出来了。这个地球没了，然后这个状态还没打垮，后面又来一个抽象木苗的，这边一把鲁儿子九就跑进来了，满洲这边差不多清完了，咱们这样往前走，看看能不能抓到另外一边的。然后我又被狙抽了一枪，好啊好好，转到后面打狙是吧，还有一个全力开机，要框格局我就要奋力了，哦，还有高手，他们这边还有一个往后跑的贼快啊！木怪的是吧？他刚好撤。另外呢，这边是一把29怀 M4 配点下了，子弹拿走。卡在后面呢是一把 M24 镜子拿了。第三个人是一把 S 钩放包里，其他几位波啊就不看了，咱们直接撤离。哦，一三卷还是老思路，直接冲马厩。我们过来看了半天没发现阵啊，结果我进去就被抽了一下，臭鱼仔作死了。刚才这个本来是准备进小窝平下的洞甲，不过又看见窗口有动静，哎我操，打了个鸡，赶紧过去炫爆，结果等我进来发现里边还有人，很急啊很急，要我就能上给装了。哦，我靠，真被晒了，好气啊，抓来挡吧，想舔个爆，突然又舔到高部有动静，猜人像这哥们是吧，九四枪拿走，现在能截掉这个是一把满改天灵山也拿走，
总的来说，这个改法我觉得挺强的，不管是满改还是半改，只要上了 G 三款都会有不错的数字。另外，商业政策谱价格怎么样了？